大家好，这是思维导图从入门到精通的第五课。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来学习常见的思维导图的更加详细的一个用法。与此同时呢，也还会给大家介绍除了 PC 端之前我们介绍过的这些思维导图之外，移动端，比如说你用的是 iPhone 或者说其他安卓手机，有哪些比较好用的思维导图工具。那么这节课呢，我们主要因为是实操性的课程，可能 PPT 就不多，主要以实际操作加思维导图展示的方式来给大家去进行讲解。我们主要讲那个三大块的内容，第一大块是工具使用呢，按照最常见的两款工具，第一款是百度脑图，那么不管你是什么操作系统都可以用百度脑图这个思维导图工具，同时它也是云端的，使用非常方便。第二款呢，也是使用最为广泛的工具 XMind。 这两款工具的使用技巧我会在这节课给大家去做非常详细的介绍。第三大块呢是移动工具，也就是刚刚说的 iOS 端和安卓端好用的思维导图软件，也会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下面我们就正式开始第一部分，也就是百度脑图。百度脑图的地址我们都知道了，就是脑图.b/百度.com。那么需要你注册一个百度的账号，然后登录进去，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界面。这个界面相当于是一个百度脑图的文件的管理界面。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可以用文件夹来管理脑图。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里新建一个文件夹，比如说叫讲课示范，那我就可以创建这个文件夹之后，我以后讲课示范的所有百度脑图思维导图就可以放到这里了。在这里我再来新建思维导图的话，那么它默认就是保存在这里的。那么保存在这里之后呢，过一会儿之后它会自动跳转到刚刚新建的这个思维导图的编辑界面。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新建，同时我可以在这里退回来。怎么返回到刚才那个界面呢？它这个软件最近经常会因为网络问题报错，怎么返回呢？点这个有很多小方格的地方，然后再点百度脑图。我们还要，它这个做的不是特别好，我们还要再这样点一下，就回来刚才的这个文件管理的界面了。在文件管理的界面，我点进去这个文件夹，等一下就能看到我刚刚新建的那张默认名称叫新建脑图的这个思维导图文件就在这里了。那么这个是默认的界面，那么我把这个界面放大一点。基础的操作在第一节课就给大家讲过了，我们简单来复习一下。第一，退出这个账号，我们在这里可以退出注销，也可以在我的文档这里也可以进去刚才的文档管理界面。左下角是缩放和移动区，这里放大缩小都是在这里了。那么这个放大以及说定位回中间，左上角这一块是三个标签的不同的一些基本操作。那这些基本操作讲过的我就不再详细的去说了，像基本操作我这个节点我要新建下集 A B， 我不希望是这样展开的样式，我应该在外观里面去放向右展开，这样子做出来。那么这个填充内容直接打字就可以了。那么下面去讲第一节课没有讲的东西。
我们结合着思维导图这里了，百度脑图刚才说的新建基本操作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基本操作包括新增节点，有同级的，有那个填充内容，有下级的，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来学习下一个操作，叫顺序调整。顺序调整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新建几个节点在这里，假如说这个是 C。 有的时候我们画好一张思维导图之后，比如说这个是我画好的，突然发现我希望展现从上到下的这个顺序啊错了，我想把 B 放到最上面去，然后才是 A 和 C，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如果我要把它删掉重新来一遍的话，显然就非常浪费时间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其实操作非常简单，我们左键单选 B， 然后点击右键，点击右键之后会出来一个这样子的菜单，有很多很多的选项，对吧？大部分选项其实都不用管，什么撤销、导入、导出，这些都不用管。我们看前移、后移、上级、下级，等一下再说。那么很简单，前移就代表什么？我们把它移上去。我们来试一下，点前移，你会发现 B 就跑到 A 的前面去了。当然，我也可以下移，把它再移下来，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学习的第一个操作，就是在百度脑图里面，这种顺序啊是可以很方便的去进行前后的调换的。那么我们再来学下一个操作，叫增加上级节点。这个其实有一节课也提到过，假设我是随便打一些字吧，比如说内容一、内容二、内容三，这个有点 bug， 内容三 OK， 这样子我突然发现什么呢？突然发现这个已经画好的这个图啊有点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内容一前面应该还有一个分类，还有一个分类，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同样右键增加一个上级节点，增加一个上级，比如说上级节点，随便打一个字。那这样子我可以很方便的在任意一个节点，除了主节点，在任意一个节点我去增加一个上级节点是非常简单的，右键选择新增上级就搞定了，就搞定了。那么这个是一个增加上级节点的操作。再下一个操作叫什么？层级调整，或者说移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假设我把这个先删掉，对，应该不用删掉。假设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再增加一个 E 吧。今天百度脑图经常出乱子。OK， 我增加这两个节点之后，突然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D 啊不应该放到内容二下面，我是需要在内容一下面。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在百度脑图里的操作也是非常简单的，我们点选 D 之后把它拖到内容一的这个框，当出现，大家注意看好，我先选中 D， 选中之后会出来一个框把它框住，对不对？移动它，用鼠标按住移动它到内容一，等内容一这个节点周围也出现一个框的时候，松开鼠标左键，这样子 D 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到内容一下方了。那么这里顺序调整是用右键来操作，增加上级节点
也是用右键来操作。这个是什么？直接拖动，都非常非常简单。然后再下一个操作叫图标说明。什么叫图标说明呢？我们来看一看。如果思维导图我们全部是文字性内容，假如有一些是比如说这里这样子，这一部分内容假如说是要分个一二三序号的，有两个办法去解决。第一个办法，我直接在文字里面去敲，比如说一，对吧，然后这里是二，这里是三，这样子我们这样子敲，但这样子可读性没那么强，可读性没那么强。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用百度脑图自带的一个叫图标工具来去做得更加美观一点。那假设我这三个节点都在这里了，我可以去节点的文字信息前面去增加图标。比如说这个是一，我选中它之后，大家注意看，点击左上角的思路这个标签，也就是第一个标签，在这里你会发现默认已经有1、2、1到9这些图标了，我就只要点它，这个是一，然后我再选中这个节点，点击二，再选这个节点，点击三，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给思维导图里面的文字内容添加它内置的比较精美的图标。这个是第三个操作，图标说明。思路菜单，在思路菜单里面能够去增添图标说明，让我们的思维导图更加好看一点。那这样子的话，自然而然有些人就会问，那图标还是非常有限的，你会发现它内置的图标非常非常少，对不对？有的时候我能不能增加自己的一些图片的说明呢？在百度脑图里这个操作也是 OK 的。那么这个就是要给大家讲的，再下一个叫什么？图片说明。之前上一节课说到手绘思维导图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这么一个注意点，就是为了增加思维导图可读性啊，特别是手绘思维导图的可读性，我们有的时候会绘制一些图片。那么在软件里面自己画，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我们可以去寻找合适的图片素材，然后插入到我们的思维导图里面去，作为一个图片感性的一个说明。那么这个操作怎么来进行呢？也非常非常简单。举个例子，假如说我这个 A 这个节点我想增加一个图片说明的话，我就先用鼠标选中它，选中它之后我去点击，同样是思路这个菜单，思路这个菜单，然后我们看到这里有个图片，这个图片它有三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叫图片搜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以直接在这里，因为百度内置了图片搜索，去搜索，比如说我要插入一张美女的图片，我直接去点，会有很多美女，当然有一些好像有些少儿不宜，那我写风光。好，这张图片假如就是我想要的，我去选这张图片是我想要的，我可以直接插入，那么这个节点你会发现就增加了一张图片作为这个节点内容的补充说明了。这个是第一个选项，这个是第一个选项。那么我们回这个，我们假如还有第二个选项，我们先把它那个移除掉。这个 A 哦，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假如我已经插入图片了，等一下再说吧。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别人的，不是在这里搜索，是别人的网站上你看到的很漂亮的图片。我们来试一下，我们随便打开一个网站，举个例子，比如说
新浪吧。新浪，我们随便点开一条新闻，那这里有很多，一般来说很多都会有图片，对吧？这是一个图片，我就想要这张图片在我的百度脑图里面，怎么办呢？我可以右键复制图片地址，复制图片地址，复制了之后我们回来这里插入图片，我们选择第二个选项叫外链图片，外链图片，然后我在这里选择粘贴刚才的那个地址，这个就是这个图片了，我按确定，那么你会发现我的这个思维导图里面就是刚刚这个新闻网站的这张图片就出来了，就在这里了。那么这个是第二个选项，我们再把它图片怎么移除掉呢？刚刚我还试了一下，灵机一动用回退，图片插入操作不支持 Ctrl+Z 的回退撤销，必须得选中这个节点之后在图片里面去移除，把图片移除，然后我们来看第三插入图片的第三个选项叫上传图片。上传图片也就是说把你电脑里的某张图片插入到思维导图里面去，比如说我选中这个插上去，要等一下上传，好，我把这张图片插入到这里就 OK 了，那么这样子就把这个图片插到思维导图里面去了。那这样我们就学习了怎么样给我们的思维导图的节点去增加图片说明，同样是在思路菜单这个操作菜单里面。然后还有一个是超链接，超链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回来这里，超链接的意思就是可以跳转到某个网站。我举个例子吧，假如有一天我做一张思维导图，做好这个思维导图，其中某一个节点的内容叫网站介绍，网站介绍呢可能有一个叫 xmind 下载地址，然后有一个可能是印象笔记下载地址。那么有一种方法是我可以直接在这里输入文字的网址，但是别人想打开这个网站还得自己打开浏览器记住这个网址，然后再在浏览器里面去输入，对不对？但是如果在百度脑图，我们可以更方便的去处理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先找到我们要记录的这个地址，假如是 xmind 的话，我先搜出来，这个是它的官网，找到下载地址，找到它的下载地址是这个下载页面，我复制这里去复制这个网址，好了，复制好了之后回来 xmind 的下载地址这个节点我要提示别人这个是有下载地址的，那么怎么办呢？我去这里思路这个菜单下面，大家看到图紧挨着图片有一个链接，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插入链接，插入链接之后我们把刚才复制的这个网址放上去，好了，你会发现插入了超链接之后，这个节点的右边就多了一个选项，鼠标在文字部分我点击是选中这个节点，但是你如果把鼠标移动到这个超链接的图标这里，它会变成一个手型，那我们点击这个手型看一看，就会直接打开这个 xmind 的下载地址了，那这样子是不是就不用我这么辛苦去记了，我直接点击就可以跳转到那个网站了，就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么在这里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我这个思维导图我怎么样给别人看，他看到之后还可以去点击这个链接呢？我们都知道思维导图的话，我可以发给别人，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去截图，我可以比如说把这个截图出来以图片的形式发给别人，那我在这里这个是图片，我去点击
是怎么着我都点不了的嘛，对吧？那么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等一下我还会再去说。那么在这里超链接我们就说到这里，超链接那么同样是在思路菜单下面有一个插入超链接这么好用的功能，然后再下一个是添加备注，那么这个功能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复述了。然后叫什么？更改主题和样式。主题和样式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我们去做思维导图，难免这个颜色我不喜欢，对吧？我想更改这些线条的颜色，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选中这个思维导图之后，我们来看一看，点第二个选项菜单叫外观，外观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改。简单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第一个，我不喜欢这种不断向右展开的思维导图样式，可能我喜欢的是发散的样式。那么点外观下面的第一个菜单，默认内置了六种样式供大家选择，那么发散的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发散的样式。当然这样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发散的样式，我喜欢向右展开的样式，我还是把它改了。那么是这样的，可以更改它的样式。第二个菜单是可以更改主题颜色，那么有一些它内置的颜色，比如说我可以改成这种颜色，我还可以改成线框的这种方式，或者说我还是改回来到这个紫色，可以去更改主题的颜色。同时假如有一些字你想不一样去重点突出显示的话也是 OK 的，比如说我这个内容二这里的字我可以去给它加粗之后，我还可以去设置成红色，我还可以设置字体，比如说我要是这里是楷体字，这个有 bug 了，突然就更改不了了，这个更改不了不管它，我还可以把字放得更大一些，这个样式的操作也是 OK 的。这就提供了一定范围内的，因为它可选项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对不对？一定范围内能够去对我们做出来的思维导图显示的样子进行定制化，那么这个是在外观标签下，这个是在外观这个菜单下面可以对我们的思维导图进行定制化的修改。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学习了很多之前课程都没有讲到过的百度脑图里面这个软件的使用技巧。同时我们需要注意，这个百度脑图它是一个云端的在线工具，所以呢它是不需要我们进行保存的，你每做一次更改它都会自动保存，上面大家可以注意这个状态，所有更改均已保存到云端。但是我们要防止一种情况，就是你自己的网络中断了，中断了之后呢你就没办法去保存了，那么它就不会出现这行字。那么假如你已经觉得它已经保存，很可能下次打开发现，哎，我这个图怎么那么多东西没有显示出来，所以呢要注意这一个小小的点，要保证你的网络畅通。下面我们再来学它的一个比较隐藏的比较深的功能，叫历史版本。每一次集中修改思维导图啊，然后你把它关掉之后，比如说我现在先打开我的文，退回到我的文档这个界面，我们现在先退回来。那么这里讲课示范部分，刚刚我做的这个思维导图在这里，我又打开把它放大一点，我在这里又新增一部分内容四，好，新增了之后我再进入到自己的这个文档，
有点问题。好，进入到这个文档里面，我们再打开它。再打开，还是在这里。那么什么叫历史版本呢？我们在这里点击这个百度脑图的这个下拉菜单，我点一下它，点一下它之后，大家注意看了，有一个历史版本的菜单，我点进去可以看一下，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创建于2016年11月10号9点30分59秒这样子的一个版本。但是刚刚我这样子几次打开，因为没有做太多的变动，它没有生成一个版本。假如说过一段时间，比如说明天你又打开这个思维导图去做修改，然后自动保存之后呢，你在这里去查看历史版本的话，你会发现它又新增了一个就是2016年11月11号那个节点的一个版本。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说你能够查看到若干个大时间节点那个时间状态下的这个思维导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假如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有人突然打开你的思维导图进行胡乱修改，又保存了一个版本，那么也不用担心，在历史版本这里可能你能找回原来你自己的那个版本。这个是历史版本的一个功能，它和自动保存是紧密联合在一起的。这个在百度脑图的下拉菜单里面能够去找到它。然后有一个就刚刚说到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好的解答的了，就是我做了这样一个有超链接的思维导图，比如说这个，我怎么样发给别人，别人才能在这里直接去点开这个超链接呢？保存为图片显然不行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这个是百度脑图所独有的，叫分享。比如说我画的这张思维导图，我回到我的文档里面，默认任何人除了我自己登录之后，其他人都是看不到这张图的。但是因为我的所有的思维导图都是保存在云端的，百度呢就开发了一个非常好用的叫云端分享的功能。那么这个云端分享是怎么一回事呢？老是报错，可能网速慢了之后报错就会比较厉害。好，出来了。比如说这张图，这张是我刚刚新建的，那么这张新建的图我想发给其他朋友的话，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叫分享。我不需要导出什么，我们移动到最右端有一个选项，这里去点击它，点击它之后是不是有一个分享设置？我打开这个分享设置，打开这个分享设置之后，它就出来一个链接，这个链接默认是没有公开的。那么我们去点击打开链接，打开链接之后，这个图就可以分享出去了，就启用了。那么我点复制这个链接，复制了这个链接之后，我们试一下在别的浏览器去复制这个链接，打开看一下，这个因为网速比较慢，那么别人打开这个链接就能够看到你的思维导图了。又是网络问题出现的报错，这个基本上是可以打开的，因为网百度今天可能有一些小 bug。 哦，出来了，你看在浏览器也不用登录，我是没有登录的，是可以直接看到这张思维导图的。那么这个链接能不能点呢？
你会发现是可以点开的。那么这样子别人也不用安装思维导图软件，就非常方便你进行思维导图的分享，就是这样子。那么有的时候你不希望谁都能打开这个网址怎么办呢？很简单，我还可以这个给这个网址去设置链接，它会默认生成一个链接，那么打开的人需要输入这个链接才行。你还可以给它设置有效期，比如说设置个24小时多少分钟等等都 OK。 那这样子就很好的回答了之前我提的那个问题。那么这个呢是在右侧选项里面去打开一个分享分享的功能，非常方便的能够把我们自己画的思维导图展现给别人。那么再下一个功能叫导出。导出是什么意思呢？毕竟有的时候我不希望总是在线去看这个思维导图，我还希望它保存成不同的格式存储在自己的电脑里面，或者用别的软件打开。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百度也提供了在线版导出到本地的一个功能，同样是在百度脑图这个下拉菜单。打开下拉菜单之后，我们选择另存为，选择另存为之后，我们看第三个选项叫导出。我点击导出，点击导出之后会有若干种格式供我们选择。主要的话你看刚刚也介绍过 XMind 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格式，同时 KittyMind 也是思维导图非常普遍和流行的一个格式，同时还可以导存成 PST 记事本格式或者 PNG 图片格式。那假设我把它保存成图片格式，点击一下这个图片就自动下载下来了。我打开这张图片，你会发现就是一样的思维导图，一样的思维导图。那么这样子我就可以很方便的把这张思维导图插入到我们的 PPT 也好， Word 文档也好，发送给别人也好，都是 OK 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就像刚才说的把它保存成比如说 KM 格式，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思维导图的格式，新建导图点 KM 保存下来之后，我们用别的思维导图软件，比如说我用 MindNode 这个，假如说去打开这个格式的话，我们来看一看点 KM 哦，它不支持点 KM， 可能我们要选另外一个格式，假如点 MN 格式，这个也是流行的一种格式。那我们打开下载点 MM， 好，我可以用 MindNode 这款软件去打开百度脑图创建的思维导图。当然因为软件设计不一样，它样式不一样，但你会发现内容是一样的。同时呢，因为 MindNode 不支持插入超链接，所以超链接部分丢失掉了，但基本上这个结构是 OK， 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是百度脑图怎么去导出不同的格式，就给大家讲到这里。这个是导出常见的图片 MN 格式、 KM 格式，还有 XMind 格式，因为 XMind 本身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思维导图。那么第三种，说错，最后一个叫打开本地文件。刚刚说的是百度脑图创建的思维导图我可以用别的软件打开，那别的软件创建的思维导图我用百度脑图打开可不可以呢？比如说这个今天我讲课给大家讲的创建的这个思维导图，那我去另存为，比如说我导出成什么格式呢？我导出成 FreeMind 格式。好，我导出成 FreeMind 格式之后保存到下载下面存储了之后，
我想打开刚才的那个，我点击这里打开，打开本地文件，我要选择刚才创建的思维导图第五课工具使用.mm 格式，我去打开它，它会上传。上传需要一定的时间。好，打开了。打开之后你会发现是不是和我刚才在这里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工具使用，工具使用百度脑图，新建基本操作什么什么什么，全部都在这里了。打开本地文件 XMath 移动工具，全部都在这里了，只不过展示的样式会有点不一样，我们放大了看，可能看得会更加清楚一点。那么这个是打开本地文件部分。这样子了解了这些之后，可以说我们已经非常透彻全面的去掌握了百度脑图这个工具了，去掌握了这个工具了。那么掌握了之后，我们再来简要介绍一下第二个工具，就是 XMath。 XMath 这个工具其实大部分百度脑图里的功能它都有，而且操作都类似，所以我不会重复的去介绍，只是介绍部分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去说一下。那么 XMath 这个软件它 Windows 电脑也有，苹果电脑版本也有，打开之后软件之后是进入到这个菜单，你会发现它会比一般的思维导图更加强大一点，因为它除了一般的思维导图之外，它还能画什么什么鱼骨图啊，时间轴啊，甚至能画矩阵。那么我们这些我都不管了，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就随便新建一个思维导图这样子的一个模板。那么我们来新建，比如说这个第一点叉叉叉叉，第二点随便打一些东西上去啊，我们就可以去画思维导图。新建下级节点用 tab 回车之类的用法都是一样的。那么什么东西是有点不一样的呢？第一个叫什么，边框线条定制，这个是 XMath 所特有的一个功能。什么意思呢？我们随便一个选择一个节点之后，你会发现它对外形和边框啊，在右侧属性这个菜单栏下面，它是有很多定制化的功能给你去选择的。比如说我可以选择椭圆形，我就把这个节点的内容变成椭圆形了。我也可以选择什么下滑线形，那么它就变成这样了。我还可以对线条进行定制，进行定制，还可以对字体进行定制，还可以去加编号。那么这个是一个叫线框和线条的一个定制，这个是 XMath 里面比较好玩的一个功能，可以做的千奇百怪，可以这么说，可以把思维导图做的千奇百怪。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功能，下一个功能叫样式选择。样式选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可以给我的思维导图去，应该说准确的来说叫结构选择，去选择若干种结构。我们选中这个思维导图之后，随便点一个，这里上面有一个结构，那么这个结构我可以把它变成什么组织架构图、平衡图，诸如此类的，这个叫图选择。然后再是样式选择，可以去选择不同的样式。也就是说 XMath 相对来说对样式部分的一个自由支持要比其他软件要强大的多，要强大的多。同时呢，它也能够插入备注，这个大家都差不多，我就不说了。但是有一点和备注不同的是，它还能插入标注。我们任何一个节点去点右键之后，可以有一个叫批注。那么我点批注之后，
我点了批注之后，类似备注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是用来干嘛的呢？类似这个东西是说，假如一个团队的人去使用思维导图进行项目的信息沟通的话，那么针对任何一个点，不同的人是不是可以去添加批注，你就能看到领导的意见是什么，谁的意见是什么。那么这个功能的一个意义在于这里，叫批注功能，便利于什么团队协作、意见汇总，这和若文档里面的批注有异曲同工之妙。然后它的调整顺序、调整层级也是和百度脑图类似的。比如说我想把 A 调整到上面，直接拖过去，这个是刚刚说错了，我还以为是 MyNote 是直接拖着。它的调整层级，它使用的方法是和百度脑图是不一样的，不好意思，刚刚突然错位了。它只支持剪切这个功能，什么意思呢？我要把 A 粘到这里，我点击 A 之后点剪切，点了剪切 A 就不见了，我再选这个节点，然后再去点粘贴，就可以把它来进行调整了，叫层级调整。我们可以用剪切粘贴这个功能去搞定它。刚才想说的调整顺序其实是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百度脑头看过，我这个想调到这个下面怎么办，这个是可以直接拖页的，我可以把它拖到上面去，那这样子这个顺序就变了。所以呢叫什么调整先后顺序，这个是直接拖页可以搞定的，这个也是和百度脑图所不一样的。除此之外它没有分享功能，导出功能也是类似的，打开本地文件就不用多讲了，插入超链接、图片、图标，那么都支持在 XMind 里面，不一样的地方都给大家总结，基本上都总结在这里了。那么这个就是 XMind 的一个操作。那么作为最常见最普遍的两个思维导图工具，阿和就基本上以非常详细的方式给大家做了介绍了。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在地铁上、在公车上、在外面不方便用电脑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画思维导图呢？纸笔是一个方式，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手机或者是说是 iPad 上去画思维导图。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了解到底手机上、iPad 上之类的到底有哪些思维导图的软件。那么在这里阿和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我们来看 iOS 平台，也就是 iPhone 上常见的思维导图工具有下面这些， iSource、 MyNode、 Mindo、 DropMind、MindJet， 这个是 iPhone 上的。然后安卓手机也有不少， MindJet、 BizMind、 iMindMap、 MindMap、 那么在这里两大手机平台端都给大家介绍了五款思维导图工具。那么简单做一下介绍吧。这个软件是美国人开发的，算是 iOS 平台上最老牌的思维导图软件之一。那么整体功能强大和易用程度都是不错的。 MyNode， 你看我这现在在用的就是 MyNode 思维导图工具，只不过是在笔记本 Mac 电脑上的。
那么它同样有 iPhone 端。具体使用和展现的样式和我现在画的思维导图几乎是一样的，就是它的最大的特点，我个人认为就是颜值很高，很漂亮。然后呢 Mindo 是中国人开发的一个思维导图软件，也还不错。 Dropmy 比较贵，好像要70-80块钱，这个名声很大，但是呢我个人认为界面不够漂亮，但是功能非常强大。还忘了一个 SimpleMind，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思维导图软件，手机端也是有的，画出来的思维导图非常特别，也挺漂亮的。那么有这些，大家都去试用一下，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就 OK 了。那么安卓平台呢， MindJack 这个刚刚也说了是非常老牌的了，如果你不在乎颜值的话，用它是不错的。然后值得说的是 iMindMap， 它是一种手绘风格，也就是手绘思维导图风格的软件。 MindMapMapper 是安卓平台老牌的思维导图软件，思维导图就直接在各大安卓手 APP 市场去搜索思维导图，有一款 APP 名字就叫思维导图，也勉强够用吧，可以这么说。那么有了这些之后呢，大家也就可以用手机进行思维导图的绘制了。那么以上呢就是这节课的所有内容，给大家介绍了百度脑图的详细用法， XMind 的详细用法，以及移动设备上有哪些比较好用经典的思维导图工具。那么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谢谢大家。